那 SG 的系统哦，在业界也好，在电子版，对我们来讲已经被淘汰。如果学校可以大量收购这些器材进来之后，让学生去玩，甚至一人一机都没关系，使用了坏掉了就丢掉就不要了，根本不用什么样的设备，不用什么样的金钱就可以得到这一个这一批设备。那我们要的是教学生手法，不是看坏的。影像的品质好坏，那是器材的决定。没错，那给学生是实习，有让他的机器可以去使用。那这些业界里面淘汰的这些器材太多了，所以我跟你看这个甚至对我们来说是。